哇哦！就这样，我们先把你放回来。怎么了？老弟，你最好，好像好像存起来，我知道。对对，以后有可能还是会用得到的。怪物医师，嗨！哦，你还在挑哦？因为我要有便便，不然的话我怕他们等。 商务级嘛，相当高级。哎呀，红发辣妹。With you, Jack. Can two？ 哦，东西都忘记拿了。等关我神游30秒一下。哦你。哼，我是枪女，身上最多把枪。 等一下，你抄的顺序是怎样？先赌场，然后赌场，然后那个就是沿路顺序，我们已经有排好顺序了。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公寓，公寓最后。你的车子，这里我拿给你。对，破门器要拿哦。赴汤，我还没拿。破门器要拿，等一下。去拿破门器，去拿破门器。我给你。然后，嗯，几个它是会坏的。 我记得用了两次就坏了。等一下，那个，嗯，又够info吗？有。我们不如把一个车装满，好不好？在你的背后。你装满，到时候你有东西，你有吗？没有，因为一个车装不了几个。哦，怎么？你就买？哦，怎么？你给我，我给你这个武器很重哎。 我给你5个步枪弹药，然后1件防弹衣，再塞，然后2个 eye fake， 再塞给我，2个 eye fake， 然后3个电击枪弹药，好，来塞给我吧。然后2个电击，3个吗？3个电击枪，3个三个电击枪，2个步弹，防弹衣几个来着？5个步弹，5个步弹。 防弹衣2件，防弹衣1件。那你不单价还我？你们带几个啊？我带3个。你负担给我几个？刚给你2个。那你要再给我3个。嗯，这样可以叠在一起吗？可以啊。秘密。呀。干嘛？我可不可以跟你一样？你为什么要变身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说要穿我们的制服吗？想要变身啊，他只是要变身。我想要变唱词。你们去拿破门器。够吗？很多个人呢、欸，他们。不是一个很重，一个很重。哦，真的。三个。那我们总共会有8个。那一个就很重，真的。阿达有拿吗？什么东西？破门器。 不得不说，刚刚变装下班的那一段好做，没有那个就是一个仪式感嘛，懂吗？哈哈哈，就是感觉就是哎，有调查一样的那种感觉，懂吗？他们三个人，所以他们3个人一车吗？应该是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只能3个人一车。我想一下啊。
这样子我们就你们可以三台车，或者是我们这边分一个，他们这边分一个，再组一个 A 的、可以啊、再下一台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让那个吃泡面的回来。对啊，让那个吃泡面的。我在家，我还在吃泡面。哎，对，还在吃。你们部门真的很养老哎、欸，这是养老部门哎、欸。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鸡头，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你们部门惹出来的吗？鸡头。为什么我是鸡头？不，因为你都带公鸡啊。哦、我知道啊。你知道吗？那你还跟我吃泡面，操你妈的！好爽、啊。他妈的！啊不。What the fuck？ 没错，你没听错、欸。因为阿达尔知道顺序，所以阿达尔坐我车，然后看你们那个米娅，看你们跟你们谁配音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开着卧底车过去啊？是不用啊，我们就是要抄家，也没什么好卧底的。超凶，对啊，我们就是要抄家嘛。只是我们不同的点在于，我们不同的点，他们是玩东西在讲话，我没用过。这个要用那个身份证，同步存档存到那个最后，身份证上面会有编号。然后你使用破门器的时候输入那个编号就可以了。OK， 有人抓着我吗？ Okay. 有啊。哦，好，那你继续抓着我。你们要不要先把你们车开出来？我带三个工。要不然艾达，你就带在那个吧。带工具。那我就带着他吧。我不好意思，我好奇问一下哈、嗯，有两个都在日食大道，为什么会是？先绕去、啊，第二个会先绕去别的地方。啊，没有，我是以赌场为起点。啊，对啊。安达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安达为什么？为什么安达？第几个？一跟三，一到三啊，一跟三都是落那个都是日子大道，然后第二是往下。为什么是先上下，然后再上？我是以半径，半径。哦。半径地图半径。OK。行。哎。啊，我们等一下自己都 ，Trooper 都会开 SUV。对。然后，对，那个米娅，等我，因为阿达尔知道那个顺序，所以我们会投，所以他跟我一车，然后你跟那个 Trooper 的一个人再组一个 A 的，好啊，可以啊。你要跟谁？你跳。啊，我跟谁都可以、啊。这边这两个，那边那两个一起的，嗯，因为一个在吃泡面，这这没有什么好选的啦，肯定是朱莉啦。OK 啊，帮你选好呀。好啊，安妮。好，我们两个被排挤。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可以一个人出去啊。如果我要送的话，跟排挤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。维克跟我同车、啊，没差。你被打的几率大幅十分之大。阿普，你喉咙怎么了？你被打了，阿普。阿普啊！你喉咙被牛蛙干到是不是？干嘛去？怎么那么尖？不行吗？去吃也都会被打，他就想要当仓鼠嘛。那你就吃你的泡面，我当我仓鼠。鸡头加油啊！如果我们这边发生了强烈的火拼的话，你要加油。隔壁 LHPD 他表示哇，我们没有。他是不可能来支援我们的。我们支对要支援也只有可能是我们支援他们，不可能是他们支援我们。没差。哎，我发呆两分钟啊，饿了，很快很快。哎，刚才超好笑，我跟你说。你要吃泡面是不是？我刚才听那个警监，他说那个帅的问他们，我们掩护你们 PD。看到。帅的掩护 PD， 那对的干嘛？那个，你们啊，亨特啊，你们亨特问那个马大章说，所以等下我们要冲进去哦。我们可以掩护你们吗？然后他们在动雷，他们出发了，现在。好，先备车吧，我们先备车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先开车。去边台守灵，好啊。我在。对啊，可以去边机台。哈。修兵。我把一个放在他们长官上面。哎，不是我。哎，我们长官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他是跟朱莉一车的。OK。哦，我回来了。我加个油。
我在车上可以加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OK。